的仇，这一次握紧命运却不低头。天黑已难受，无谓的梦等谁成就，风雨聚散欺负咱，赶紧走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。咱们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。就是。走了这是。你就是那个。芍药，你不是花纸？你记清楚了，我叫芍药。再欺负我花姐姐，你试试。泼伞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够完了。他以后再来找花姐姐麻烦怎么办？拿针扎他。我毒死他。啊！行行行，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。别生气了啊，快走。没追过来吧？好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疼不行，哥儿几个快给你笑死了！就是。白日赚了159，晚上花去了32，利是多少？127。对了。姑娘，他们看我挨家挨户都在谈，生怕便宜了别家，都自个儿争着降价呢。到最后的价都比之前低一半多。中间这家棺材铺价格是最低的，房屋也是新建的。不用选了，三间都要。你找人把这三间的墙打通，连成一间，靠着河的那一边要开窗。好。这可是大事啊！是跑傻的呀你，飞去。好的曲折不回头的走过，蜿蜒成灿烂星河，好多美好终于不再错过，是否轻易逃脱。如果时间会有颜色，我的故事你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可以啊。
那些信若当真与凤翔宫有关，陛下定不会放过花匠。我已辜负了花枝，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待花枝忙完这阵，缓一口气，我再查不迟，得帮花家找到斡旋的方法。哎，走走走，快，前面新店开张了。哎，啊。 夫人，我今早刚到布庄，就接夏明在门口，我就把他带过来了，一点也没有惊动到其他人。大小姐，许久未见了。我且问你。 除了布庄的事，让你额外兼顾两本账，你做得来吗？如今布庄那边运营多少，我这边照样开给你。做得来，做得来，全听大小姐的吩咐。行，我教你的那几下子，但愿你还没忘光。不敢忘，我这哪敢忘啊！这账不平，你拿回去看看，明天回来报我，未时出那会儿来吧。 趁那会儿，他们都歇晌，免得人多眼杂。哎，等等，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父亲和母亲，他们都还好吗？都好，只是惦记着你，每次看见我总是想起你来，这时而唉声叹气呢。哼，光想有什么用啊？回城的这些日子。 也不打发个人来瞧瞧我。哎呀，姑奶奶，这谁不知道你的性子，说一不二的。他们二老哪敢呀？也罢，反正如今我也忙得不可开交，索性带我们再发达些，来个衣锦还乡，扫他们的脸去。行，那大小姐，我先去忙了。 包夏，哎，姑娘醒了？嗯，你昨天晚上，你怎么跟年秋一样说话打扮的？昨天晚上，叶先生送你回来呢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事儿大了。你们俩，我上次让你去修的那幅画，你给我找出来。 妹妹，哎，刘布，做什么？有件事情想找你帮个忙。这学堂里啊，如今只有两位男先生，却有三位女先生，所以啊，我想请你留下来，帮忙做一个女先生。哪有女娘做先生的？况且我又不是你的下人。 你哪里比男子差？包夏，走春西行图。我请荣喜斋的师傅修的，他的手艺顶好，只是花了些功夫，修了小半年才好，没有赶上你的身上脸。林妹妹，你有才气又有学问，这满皇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你，这个重任只有你能帮忙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林姐姐。 你就答应嘛，帮帮芷姐姐。来，林姑娘，我帮你送间房子。这是把学堂并给我小家炒了。先前我就嫌学堂太逼仄，孩子们待在里面不开心。这搬出来了，屋子敞亮了，人心也就敞亮。当年宁王府那场大火。
花家有人亲眼目睹过，我去花家是为了查找线索。妍希，你对伯父一直都是这般诚实。我跟黄伯父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哎，去忙吧。黄伯父，那些书信我可否悄悄放回去，免得花家怀疑。好，长青。是。原样奉还，一张都没少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既然这些信无关利害，那么除了太后跟老夫人，他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我请示了一下就拿回来了。你是在生气吗？上一次你同我生气是知道我是芍药哥哥那次，每次你生气都是不说话的吗？反正你是七秀司的探子，你管我生不生气？我还希望东家早日消气，好继续给我发月钱呢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也要问。你问吧。你是得罪了七秀司的上司吗？为什么被派来花家做这份差事？既没有油水，也没有功劳。我是自愿来的，因为芍药，还有你。那你就是为了钱？那是为了钱的话，我也可以养芍药啊，我也可以养。可以养我。花芷，我不是为了钱，可我必须留在七秀司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说的理由？因为我消灭的那个人，对我恩情深重，也是待我最亲的人。那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你是要走吗？还是可以继续留下？你想让我继续留下来吗？其实这次我来，还要查一件灵王府的旧案。有一年上元节，华公去府里辞行，灵王妃轰逝了，身边跟着个小书童。你可知道那小书童的下落？祖父身边从来都没有什么小书童啊。那时你还小，不记得也是正常的。跟在祖父身边的一直是我。是你。那一年是我跟着祖父去的灵王府辞行，正巧碰上府里大火。竟然是你。查找吧，鼻涕掉衣裳上了。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，御史奉旨要离京，我也要走了。怎么了？前晚有个嬷嬷去过王妃那儿，然后把你领了出来。你可记得他长什么样子？这里离花园很近，你来得及赏烟花。陈嬷嬷，你认得路，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。是娘娘。大阪市见了一个嬷嬷。但是太多年了，我不太记得他的样子了，他的模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若是想起什么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你若是要离开，也一定要提前同我说。你还信任我吗？还想让我继续留下？那护院的事情，孩子们的课怎么办？可我是七秀司的人，你们不怕我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要是监视花家的是别人，还不一定有你强。